好了，那我今天 Super Mario Run 啊，欸，我原本说都要是直播，但是目前我们这个金币关卡都毫无头绪啊，所以就只好先放着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看我的星星关卡好了，一样就是先粉金币，再紫金币，最后再黑金币。那在这里它还是有在名字前面有再加一个星星，所以它叫星星粉金币。我们今天来看看第一关啊，如果还有时间，我们来看看第二关，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很难。这是秘密关卡，我们用黛西公主先。这个我也没玩过啊。来吧。好，这个是，哇，怎么只有60秒啊？超级马里奥一样。金色的，哇，掉钱。不要Super Mario Bros. U 等一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那只吃不到？我只要踩在别人头上，那我就没办法跳了。这样子啦，这样子才对啦。我必须要在跳到的那一瞬间按跳，按住也可以啦。这应该是教我这一关，应该是教我这个技巧。棒棒棒棒棒棒！看阿杠在上面。哎，这么快结束了，这音乐都还没到一轮。Here comes Daisy。哦，那这个没有顺序哦。所以，可以跳关打，但是我还是先从1-1开始打。哦，掉下来了，算了，没关系。我已经不记得这是蜘蛛什么。为什么还有彩色的？这是 bug 吗？我要待在上面啊！这样子啦，这样子才对。巴拉棒棒棒棒棒。Here comes Daisy。啊，这两个都不算数啊，可能是因为在拉力赛里面不出星星关卡吧。这里也算，这里也有给啊！哇，这又是什么关卡？这一关感觉很难。我们跑友小喵喵只有达到160多块，可能是这关真的有点困难。
是彩色的。No， 越过了。干，这上面是啥？哦哦，懂了啦。那我们继续。继续往上。啊，干，原来又是在下面啊。然后就结束了，好。全部都在下面啊，全部都要走下面。这一颗原来是要这样吃的。哦，这样子，哈哈。然后这样子。攻击，然后这样子，一样要下去是吧？哎，靠背啊，哦，下面有路了啊，懂了。那么我们就下去吧。原来是靠的，发射。哦，刚好夹在中间了。制高点，还104块啊，钱那么少吗？哦，不对，加上粉金币，总共154块而已啊。哎，已经 max 了。真是迅速啊！那我们今天把前三关打掉吧。打掉之后，我们可以来 Remax 10，因为现在 Remax 10有 1.2倍，但是打 Remax 10得不了任何东西，所以我是没关系啦。他这个拿鬼火是谁啊？靠！你不要在那垂钓！我靠！你垂钓啥？我靠！你走了。你在这边垂钓个灯啊！给我，对，很好。我干，打掉灯好多次啊！给我，甩过来。你要甩过来呀，哥！结束了，已经5颗了。啊，这一颗这么简单。哥，你可不可以算好啊，哥？哥不好好做事，不行，要这样子太远了。他那个地方是要怎么吃啊？这样子也不对啊。让他跑了。那个要怎么吃啊？哦，这些彩色的原因是因为它类似于金币钱东东那样子。王八蛋啊，你可不可以好好掉啊？就直接掉在我身上就行了、啊。
这到底要怎么撕啊？王八蛋，你这次给我好好拿着。王八蛋过头了，干！我还不能用泡泡。你会不会掉啊？你行不行？你可以不要这么刚好吗？还是我要把它踩死？把它踩死，它就掉下去，我也还不吃不到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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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关钱那么多的、哦，好，完美。走吧，好久没有拉力赛了。这两个都是没充电的。我就怕他出炮海关。这样不对呀、啊，怎么一直在受伤啊？走这里会卡住啊，太奇怪了。吧，干，你这个是故意吧？不行，这个太故意了。人家就是要冲啊，然后你在这边挡路。话说，怎么都是那种夹击关卡？翻滚跳跃。
迟到啊。算了，反正也不知道怎么去掉。他死了。干你个马屁鬼！死了！还好没有死掉，这时间到了。好。245块钱，怎么做到的？我都已经一直在翻滚，还一直得钱欸。黄色扣11个，这也太多了吧？看到了一个。如果你没有购买的话，那打这个第一关的这一种关卡，其实会比较爽一点，可以使用我当时说的那个无限的那个流，无限的无敌心流，靠背都没跳起来。但他没了。我已经金币从容装很久了。我靠，这 bonus 也太多了。哦吼，哇，这一场有点厉害哦。这一场从头到尾都在金币冲冲冲啊。来，这一场你们一定要看好，看好我这个地图，看好我的黛西公主，看，从头到尾都在。金币冲冲冲，完美连贯。比不上了。我现在需要一万只的红色奇诺比较好，好多啊。10000只的红色奇诺比较，追上了，完蛋了，吃完了，无敌了，完蛋了，又要输了，各位。要输了。想不到这里面还暗藏着黄色的。好，黄色的给我，很好。
有一个是好友，不打。然后我要奇诺比奥，行吧，奇诺比奥就奇诺比奥，来，跟你拼了，速度！那一只乌龟了啊，好像输了，不然就是用最后的无敌星星地震波，输啦，他怎么没得钱呢、啊？还是是我打的站太多了，我他一直在那边旋转跳，我一直在旋转跳，他是不是头晕了？打那个天空关卡，我就怕出飞弹关，飞弹关有个麻烦。哎、欸，我没看到其他的，好吧。王八蛋，你往那边跳干嘛？太无语了！完了，就是我的了。原来是需要奇诺比奥才能吃那块。吃，哎，可以，有机会，因为我跑得比较快，吃的钱可以比较多。有办法吗？领先，过，飞。红色在这里已经够了，但是我有一个需要一万只的，达成了多个任务啊！走，我们去看看，然后今天就可以结束掉了。啊，不对，我要先看一下商店。这些东西我应该是都有了啊，这个我还没有，只需要3500只，也快了啦。这里都买了，上面这些，这个我没办法、啊。
这个要9999只。看一下 My Nintendo Store。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当银牌耶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玩到这里啦。我们明天是礼拜日啊。如果明天有空的话，我们或许会来继续新星关卡吧。那这个要等我们知道办法，或者是我们成功了才有办法。因为我弟其实也不知道要如何过关了。那我直播也是浪费时间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打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